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知唔知咁样好危险噶？伸出个天窗外面更加危险啦！但系呢个天窗唔系俾我伸出去，咁佢整嚟做乜嘢啊？喂，咁摆喺度啊，唔系奉旨会伸出去噶，你知唔知啊？咁样会夹死人噶！呢个天窗有防夹功能噶，你知唔知啊？有防夾功能都不一定有用啊！嗱，前段時間有則新聞話，有個三歲小朋友啊，就係俾個天窗夾死噶。有冇咁嚴重啊？之前網上有新聞報道，一個三歲的小朋友企在汽車天窗外面玩，結果不幸被夾身亡。呢一則新聞令到唔少網友驚訝，明明天窗有防夾功能咁，點解仲會俾小朋友送命嘅咧？防夾天窗唔通真係隱形殺手？生活調查團馬上為你調查清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睇《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员小明。喂喂喂，开始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家好，我是调查员黄露啊。喂，黄露，你搞乜啊？望嚟望去，望啲咩啫？节目都开始咗啦，专业少少啦。唔系呀，我啱啱睇过咧，停喺呢一度嘅车咧，其实好多咧都会有呢个天窗噶。哦，系喎。嗱，所以话咧，今次我哋啲调查咧，可以话系性命攸关，意义重大啊！咁又有冇咁夸张啊？就系、是、你啲人咧唔够重视，所以咧先至出问题。嗱，如果你唔信嘅话咧，我哋问一下呢啲啊，开车族先。好啊，问咪问咯，我就唔信啦，一个咁细嘅天窗可以有几危险啊？嗱，走啦。细细一扇天窗，到底系咪真系咁危险咧？大家对佢嘅了解又有几多啊？又放唔放心咧？就等我哋一齐听下各位车主嘅讲法啦。我们是想问一下关于一些天窗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就使用天窗的频率高不高啊？不高，就天气凉一点不开空调了，那就开下天窗。还有空气也不好嘛。非常高的。唔系好高，入到大学城比较多，啊，好少用。那你知不知道天窗有一个防夹的功能啊？这个不太清楚，唔知喎，真系少用。知啊，知道。咁你平时如果屋企有小朋友，会唔会俾佢伸出去个天窗外边？唔会嘅，因为好少开。允许的，在那个低速的情况下是允许的，但是要要注意安全，比如说。比如说很小的小孩，他是不能坐前排的，就是不允许他爬上去这样的。为什么？太危险了嘛，对不会，不会，车一喐就唔会噶啦。咁你觉得呢个天窗对于小朋友会唔会造成伤害？应该有咧。咁你如果开个天窗伸个头出去一刹车，系好危险噶嘛。咁我哋就唔赞成咁样做啦，自己识得啲朋友都会提醒我哋唔好。刚刚说有房夹啦，应该。可能会安全一点吧。从街坊得知，汽车天窗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至于防夹功能，知道的人就更加少了，因为使用频率不高，很多人都忽视了天窗的安全使用问题。到底天窗的防夹功能是怎样？我们的调查员马上为大家实验求证。由于今次我哋嘅调查牵涉到好多人嘅性命安全，所以我哋嚟到咗神锋奥迪 4S 店。冇错啦，我已经联系好咗呢度嘅王经理啦，佢会全程咁样协助我哋嘅。哎，王经理。Hello。你好，王经理，你好，你好，王经理，今天呢，我们想来求证一下这个防夹天窗的安全性，因为之前呢有新闻报道就说啊，这个防夹天窗啊，把一个三岁小朋友就夹死了。这个您不用担心，在汽车行业里面，厂家安装的那个天窗啊，都是带防夹功能的，大家可能也了解过，我们天窗是靠一个电机来转动，那么当天窗在运行当中遇到一个阻力的时候，它的电流会增大，那么控制单元识别到这个电流的变化的时候，会让那个电机启动防夹保护功能，停止运转，同时另外一个程序启动，就是我们的电机会往后运转，这个时候就保证我们的人员和财产的安全。等一下我们在那个车间做一下实验，打消一下你们这样的担心。OK。为咗求证防夹天窗点解会夹死三岁细路，调查员嚟到广州神锋奥迪 4S 店，请嚟高级技师王经理帮手。实验开始之前，王经理向大家解释咗防夹天窗嘅工作原理。当遇到足够嘅阻力嗰阵，佢就会自动弹翻开。到底系咪真系个情况会咁啦？我就唔明白
明啦，呢個天窗明明有呢個防夾功能噶嘛，點會夾死人啊？你到而家呢個時候仲執迷不悟嘅，呢個機械嚟噶嘛，咁唔係百分之百安全嘅喎，咁或者。我呢度做晒啲防护措施噶。起来了，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试验来证明一下，好不好？好的。说话，好不好？好，就交给你们了。哦，这个假人就交给我。呢一次实验由王经理喺车入边操作天窗开关，调查利用一个假人道具嚟模拟新闻当中嘅三岁细路。为咗更加清楚见到防夹天窗系点工作噶，我哋仲会利用专业嘅运动摄像机嚟记录天窗夹到假人嘅瞬间。实验马上开始。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攞住个假人咧开始做实验吓，咁啊模仿咧呢个三岁小童俾呢个防夹天窗咧夹到嘅情景啊，咁啊。王经理，我们现在都开始实验。那我呢就把假人呢就伸到这个天窗外面，你呢就负责对来关，好吗？系啊，咁睇应该佢唔会夹到吧？一定系个窗一见到条颈就会反弹噶啦。我觉得唔系，我们试一下，好吧？好，来，好，开始。啦啦啦啦啦啦！哇！真系估唔到，第一个实验即结果出人意料。虽然天窗夹到假人之后，防夹功能系起咗作用，天窗自动弹翻翻嚟。但系重新我哋睇多次，碰到假人嘅瞬间，天窗并冇马上弹翻翻嚟，而系继续向前运动，将假人推向车窗嘅边缘，直接将假人条颈嘅前后都被夹住，车窗先至向后弹翻翻嚟。你睇几恐怖，夹咗一厘米啊！你睇，哇，都有个印喺度啦，超级恐怖啊！真系冇事啊嘛。哇！你話如果係真係係咯，如果話係真係人嚟嘅話，咁你話點算咧？好彩係假人嚟嘅啫。小朋友，你落翻嚟休息一下先。所以說，我們還是要注意安全。啱先嘅实验当中，虽然天窗将假人夹住嘅时间好短，但假人同三岁嘅小朋友比起身，仲系要僵硬好多咁。如果天窗被夹嘅材质柔软嘅物体，结果又会系点呢？为咗放大实验结果，呢一次调查员选用咗毛绒公仔，一齐嚟睇下呢一次嘅实验结果啦。嗱，相信咧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咧，頭先睇到呢一幕咧，都應該係心驚驚啊！但係咧，我哋嘅假人咧，嗰啲材料咧就比較硬淨少少啦。咁我哋嘅防夾天窗咧就可以感知得到啦。但係我哋而家換到呢個軟綿綿嘅啤啤熊，唔知有咩結果咧？不如我哋試多次嚟。係嘛？都好驚啊！佢會唔會夾死咗喺入邊唔出得嚟咧？唔知咧。嗱，咁都係王經理，你就負責關天窗咯，係嘛？咁啊，黃老你負責尖叫啦。我睇下先。O K， 应该唔会。系食住咗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哇哇哇哇哇哇！救佢啊！遇到材质柔软嘅毛绒玩具，天窗并冇好似上次咁好快就弹翻翻嚟，而系继续向前运动，将玩偶夹扁，直到无法继续关闭，防夹功能先至开始发挥作用。点解天窗喺夹到软硬材质唔同嘅两件物体之后，都唔识马上反弹，而且防夹功能嘅发挥会差别咁大嘅啦？王经理，王经理，刚才这两个是实验，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啊！对啊，为什么呢？这个天窗在遇到物体之后，要先向前一段距离，再会反弹回去呢？啊，是这样的，那个天窗因为它要在往前运动当中感知到有一定压力，这时候的电极才会产生一个过大的电流的时候，它才能识别到这个遇到了阻碍，这个时候它的保护程序才会启用。所以我们在使用当中一定要注意，对于小孩啊这些啊比较嫩弱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就是说不要强制关那个天窗。咁其實咧，頭先喺實驗過程當中咧，我都有個重大嘅發現喎。咩發現啊？呢個發現啊，就係、是、即係如果稍有不慎嘅話咧，分分鐘致命啊！咁嚴重，喂，講嚟聽下。不過咧，就以呢個調查員嘅精神嚟講咧，都係要做個實驗，求證咗之後再話俾大家知。乜嘢關子啊？咁啊，要做實驗啦。嗱，唔好講咁多啦，我哋做實驗啊，好唔好？嚟，王經理，有次，有次，好。原来启动防夹功能的关键是阻力够大，当阻力大到足以启动保护电路切断电机的电源，防夹功能才会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传感器的灵敏程度也是至关重要，而且实验过程当中男主持还有新的发现，到底这个是怎样的重大发现呢？防夹功能起作用，必须阻力足够大，而且一个小动作竟然会令到防夹功能失效。丧失防夹功能的天窗，最大的挤压力有几大啊？广告翻嚟，调查员为你亲身体验被夹感受，仲有专家支招天窗的正确用途。下一节精彩继续，唔好行开啦！
嗱，頭先咧，我發現咗啦，喺實驗嘅過程當中咧，其實有一個小小嘅動作啦，可能會令到呢個防夾天窗失去咗呢個防夾嘅功能喎。咁我哋而家就實驗一下啦嚇，睇下到底呢個小小嘅動作係啊，好啦，咁我唔講啦嚇，黃老好心急啊。OK OK OK， 嚟，好嚟，王經理開始。好，再按多一下。哦，哇！喂，停咗咯喎！大家睇到未啊？停咗啦！咁萬一咧出現呢種情況啦，可能小朋友就會亂搲咧，咁睇唔到噶嘛？係咯，咁唔小心咧就可能會觸碰到呢個天窗嘅掣啦，咁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啦，所以非常之危險啊！從以上嘅實驗得知，當天窗關閉嘅時候，如果按低關窗掣，防夾功能就會喪失，天窗就會從自動關閉變成手動關閉。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小朋友因為驚慌多次按低了關窗鍵，就會很容易受傷。哇！這個實驗真的太令人一額汗啊！冇錯啊，真係好驚險、啊。冇錯，咁頭先大家都睇到啦，我哋所用嘅實驗都係用啲假人代替㗎、我仲想驗證一下咧，如果我哋真人嘅呢個頸部咧，俾呢個天窗夾住咧，嗰啲力量有幾大咧，會唔會足以致死咧？咁我覺得咧，我哋唔可以用真人㗎嘛，但係咧需要揾一個更加之逼真嘅道具。咁、你放心啦，我已經聯絡咗一位朋友可以幫到手㗎、跟我嚟啦。好。黄路专门为此联系咗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嘅叶医生，唔系做汽车天窗实验嘅咩？点解跑到嚟医院噶？小明，我同你介绍下啦，呢个咧系我哋中山三院嘅叶医生啊。哦，医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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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好好好。医生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做一个实验，去了解一下天窗对我们脖子的伤害到底会有多大，同时呢也想向您去了解一下脖子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好的，那我们看一下颈部的结构。那么我们颈部呢是一个对称型的结构，它的表面呢是覆盖着皮肤，皮肤下面有皮下组织，那么两侧呢是我们的肌肉，肌肉下面也是保护着我们的颈部的大的血管，那么在我们的颈部的中央呢是我们的喉和气管的结构。那么喉，首先讲一下喉。这个喉呢是一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的软骨组织啊，软骨和我们的神经啊、肌肉啊，以及表面覆盖的黏膜，它构成了一个空腔。那么这个空腔呢，就构成了一个喉腔。这个、喉腔对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呼吸啊，这个以及说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喉阻塞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人的窒息，就会造成死亡。不过你要了解这个，我觉得好像天窗的这个压力对成人好像损伤并不应该是有那么大嘛，你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情况呢？其实是这样的，叶医生，我们想模拟呢，就是一个3岁小朋友被汽车天窗夹住，那个时候的情况。因为呢，我们看到有新闻说呢，就是一个3岁小朋友被天窗夹住窒息死亡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想向你证实一下。哦，这对于儿童来说可能确实比较危险。那么天窗挤压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颈部的血管啊、神经啊造成压迫，可能会压迫我们的这个喉部的软骨，压碎喉骨，那么引起喉阻塞。那么我建议你们呢去做一个模拟实验，那么看看这个天窗的压力到底对我们的颈部有多大的伤害。另外呢，这个你也可以测一下大家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那么对儿童的这个颈部的伤害是不是存在？我哋个颈部层次结构好明确，分别为皮肤、浅筋膜、颈深筋膜同埋肌肉。深筋膜又分为浅、中、深三层，喺浅、中层同深层间形成嘅鞘内，容纳通过颈部嘅气管、食管及血管。位于颈部中央嘅喉咙主要有软骨组织组成，而儿童因为发育未完全，颈部每一个部分嘅组织都好柔软同埋脆弱。到底我哋熟悉嘅天窗会唔会成为隐藏嘅儿童杀手呢？系啦，咁喺叶医生嘅指导之后啦，我哋就揾齐咗呢个可以整个颈嘅模拟道具啊！冇错，咁就系猪肉，仲有一个模拟气管嘅喉管。系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两个要合力咧去将呢嚿猪肉包住佢咯。咁事不宜迟，马上喐手。包猪肉即系第一次啊，系啦。经过叶医生的提点，下面的实验我们用猪肉来模拟颈部的肌肉，用吸管模拟喉咙，看看被厚厚的肌肉包裹住的吸管会不会在这次实验当中幸免于难。
嗱，而家咧，我哋攞住呢個黃老小姐頭先包住嘅呢個毛衣嘅，幾靚啊！係咪？我哋呢個好似咧，係啦。咁啊，呢個毛衣嘅呢個頸部啦，同埋呢個氣管啦，咁我哋而家做多一次實驗咯嚇。咁啊，王經理，還是由你來操作，開始。哇！哇！你等我一陣，我要出去睇下呢個氣管究竟係啦。冇錯，咁而家咧就係完全夾住咗噶啦嚇，成幾斤重嘅呢個豬肉咧就靜止咗喺上面。點啊？好啦，咁我而家咧就試下喺呢度拉一下呢條管，睇下可唔可以拉出嚟先。真力咧都拉唔到一條管出嚟，真係夾得非常之實。咁呢條管都係咁樣咧，我相信如果我哋人嘅頸夾喺度嘅話咧，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啊！天窗将道具实一实咁夹住，无论黄老点用力都冇办法将吸管拉翻出嚟。试想一下喺呢种情况之下，喉咙会被挤压得几咁严重？哇！真系谂唔到呢个天窗嘅威力系咁大噶。咁佢啱啱夹住呢一个猪肉同埋管啦，我喺上边点样拉都拉唔到出嚟，而且越拉咧仲要越紧添。嗯，咁唔好话小朋友夹住啦，会心惊惊啦。就算连大人啦，我谂都系顶唔住噶。哇！我哋嘅血肉之躯咧，真系难以抵挡呢个天窗嘅威力啊！系。不过咧，下面我哋不如用另外一样道具去测试下，好冇咧？就系佢啦。哇！铁管，如果话呢个铁管咧可以夹扁嘅话，咁我哋人啲骨头咪好牙烟？之前我哋采访过叶医生，亦都解释过，我哋嘅喉咙主要由软骨组织构成，而儿童嘅喉咙比成人嘅要脆弱，被天窗夹住造成嘅伤害就更大啦。为咗更加直观咁见到天窗挤压嘅威力，呢一次实验道具换成住易拉罐，天窗依然系毫不费力咁就将易拉罐夹扁咗啦。哇！哇！系啊！喂，你话如果人啲骨头变成咁样？咁咪真係凍過水咯。回顾我哋做过嘅几个实验，材质坚硬嘅假人同埋柔软嘅毛绒玩具所产生嘅阻力都唔可以令到天窗马上弹得翻嚟，而被猪肉包裹嘅吸管以及更为坚硬嘅易拉罐被夹到变形。到底天窗夹住异物嘅瞬间同夹住异物嗰阵嘅力量有几大呢？我哋一齐用测力计测试一下实际嘅力度。天窗受到阻力弹回嘅瞬间，测力计读出嘅数据有四牛，呢个意味住天窗至少要受到四牛嘅阻力，防夹功能先可以起到作用。我哋都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个意味着天窗是会被夹物体产生四牛的压力才可以弹得回来。这样夹一下到底有几痛呢？我们的调查员决定亲身感受一下，为了保障调查员的安全，天窗夹到他们的瞬间，王经理就马上按停天窗。这个时候他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天窗的挤压有轻微的不声，而且没有办法动添。如果防夹功能丧失，天窗将异物实一实地夹住产生的压力又有几大呢？我们再次做一个实验。谢谢王经理。我看看这个读数先。 哇似乎很犀利。咁劲嘅。是啦。仪表读出嚟啦，一共系有呢个十五牛嘅力啊！十五牛即系相当于十五斤噶咯喎！十五斤对我条颈度真系命仔都冇啊！好痛啊！实验结果显示，当防夹功能丧失，天窗将撑力计夹住嗰阵，产生嘅巨大压力竟然高达十牛。十牛嘅压力对三岁小朋友意味住乜嘢呢？一齐去听下医生系点讲。哇，这么大的压力对于儿童的喉部确实损伤是很大的。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小儿喉的结构。那么小儿的喉呢，它跟成人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它的喉的软骨是非常软的，它没有发育完全。那么一旦受到暴力以后呢，它可能发生骨折。第二个呢，就是小儿的喉的黏膜下的组织非常疏松。那么疏松的组织呢，一旦受到外力受伤以后呢，那么它的黏膜呢组织会肿胀的非常明显。一旦肿胀呢，会发生喉的阻塞。第三呢，就是喉的这个本身小儿的喉呢非常狭窄，正常情况下可以维持正常的呼吸。但是一旦受到外力损伤以后呢，一旦肿胀以后，它会把整个的喉腔堵住，引起喉阻塞，那么这样可以危及到小孩的生命。那还有呢，这个我们的小孩的喉颈部呢有很大的血管和供应我们的这个头颅的这个血管在这里啊。那么虽然这些血管呢受到我们的肌肉的保护，一旦如果有三十牛这么大的压力存在的时候，它可以把我们的血管大的血管压闭，那么一旦压闭了血管以后呢，可以造成一个危及的生命的一个危险。
由于儿童的颈部比成年人的要脆弱得多，天窗的威力确实足以令到他们致命，所以各位车主千祈不要大意，不要以为低速行驶或者停车的时候就可以令到小朋友伸出天窗玩。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将这个身体伸出这个天窗外面有几咁危险，尤其是小朋友，所以你还说我危言耸听？唉，我今次都承认是我的安全意识不够高，但是我觉得个天窗整嚟不是给我们伸个头出去玩，那么天窗有什么用呢？您这样讲就不对了。我们天窗是要享受阳光、新鲜的空气。当我们在行驶当中，天窗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空气对流，使我们车队保持新鲜的空气。另外，在行驶当中，当我们打开侧窗的时候，噪音会很大，但是我们打开天窗，噪音可以降到一半以内。听到没有啊？只要正确使用的话，其实天窗是很有作用的。那么正确使用天窗，安全是最重要的。像我们在小区啊或者道路上看到很多小孩喜欢站在天窗上面，这个样子是很威的，但是不安全。比如说我们的风沙吹在眼睛里，对眼睛有伤害。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驾驶当中，如果突然来个刹车的时候，有可能给我们的小孩就抛出车外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正确使用天窗，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细细的一扇天窗其实用处多多，例如过夜后打开天窗，可以令到它优越的负压换气原理过滤车入面的空气，塞车的时候汽车尾气将不可避免地散到空气当中，这个时候打开汽车天窗并且关闭侧窗，通过汽车空调过滤交换新鲜空气，布晒之后要想达到车内温度的均衡，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打开空调和汽车天窗，高速行驶的时候打开天窗并且关闭侧窗可以降低风噪。此外，各位家长带小朋友乘车记得不要给小朋友从天窗或者侧窗探个身子出来，还要注意不要抱着小朋友坐在副驾驶，或者等小朋友企在中央扶手上面以及独自留在车里面，令到小朋友使用成人安全带以及在车上面帮小朋友喂食的时候亦都是大禁忌，所以拥有汽车天窗的车主以后记得正确善用。不经不觉咧，又到了华灯初上的时间啊！咁今日咧，我哋凭住一查到底的精神咧，终于搞清楚啦，这个汽车天窗咧，只要正确使用的话，仲系好有用噶。冇错啦，同时都亦要提醒翻电视机前的各位啦，你哋喺搭车嘅时候，千祈唔好将头同埋手伸出去天窗或者系车窗以外嘅地方。咁仲有小朋友啦吓，咁啊，当然坐车嘅时候一定要听教听话，唔好咧乱喐，坐定定喺度，乜都唔使做，唔系嘅话咧就好危险噶啦。咁除咗小朋友，大朋友都需要注意安全，以身作则啊！因为命仔咧，净系得一次嘅啫。好啦，咁今期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